人工拉着力往上侧，需要把这个网挂到后侧那个卷网轮上边才算可以，不用脱离人工。这个可以关掉这边开关，左侧弯边跟右侧弯边就不工作了，关掉。这种情况，右侧需要添加一个挡板，这边这个铁丝往右边蹦，需要把这个铁丝复位之后，需要把这个挡板挡到这个地方，挡上，用这个磁铁吸住，左侧一个，右侧一个，吸住。好多人都问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，这个它是切刀的时候，这个需要往下边压一下那个铁丝，现在我给你调整这个。需要调整这个，调整的话需要把这个螺丝松开，这个螺丝松开往前面伸，往上边错，松开螺丝，需要把这个往高提，调整到什么高度，这边铁丝拉紧之后，拉紧之后在它有一公分的距离，一公分到一公分五，1.5公分的距离，这个紧上这个螺丝，紧上螺丝，紧上螺丝就行。这边需要调整到它的正中心位置，正中心位置需要调整到它的正中心位置，别管是3公分也好，5公分也好，换模具的话都得需要调节这个东西，左右移，调整好这个位置，这边距离，这个距离它3-4公分，2-3公分都可以，调整这个后边这个螺丝就行，往右边错。打开自动，这边不需要人拽着了，可以直接到内外侧。仔细观察。参数设定可以设长一点。